不能错过屏东有客制化的锅烧面，那么七八种豪华海鲜堆叠超澎湃。台南则是有一个炒饭，那么里头有13尾海虾、虾子、干贝还有环粒贝、九孔干贝、鲜虾、蛤蜊，老板大手笔，一样样的海鲜接连放进汤里快煮，澎湃海味精华全锁在鲜甜的汤头里。因为综合海鲜还有那些蛤蜊量多，它会比较鲜。重口味一点，汤哥他也混拎起来是清甜的。这一碗隐藏版的海鲜锅烧面，里头有8种海鲜食材，几颗海鲜精华，让不少饕客趋之若鹜。但是，一天只有限量20碗，想吃这一味，除了手脚要快，也要碰碰运气。我之前蛮长，一个礼拜来3、4次。对，因为还带朋友来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就是我做到休息的时候1、2点这样子，然后再去和生市场购买的熊扎奇啊那样。白饭、蔬菜，还有来自东海岸的甜虾，在铁锅里翻炒，最后再加点酱油上色，增添香气。这一份都快满出来的虾爆炒饭，可是这一家炒饭店的秘密武器。就是想说做隐藏版，就是客人也新鲜嘛，那我们提高这个炒饭的附加价值。仔细看这炒饭上头的虾子，每一尾都快跟成人的手指一样长，而且每一份的炒饭至少都有13只的虾子，分量十足，非常受欢迎。我团购组开团啊，然后他们从台北要下来拿，所以我很早就进来了。这一家炒饭品相相当特别，有少见的咸猪肉，还有辣花枝炒饭，还有3种隐藏版的炒饭。老板主打食材新鲜，口味独特，也难怪尽管开在巷弄里，还是能够吸引不少饕客上门。记者南部综合报道。